我拍一下店门口，一个学生上课，看到消防车没有？消防车。我们店在装修。看一下我们店的门口在装修，太好了，换一下 logo 也不错。
Thank you.
电话来。你要拍我吗？嗯。我煮垃圾。啊？你说我要煮垃圾。这不是正常的，要没垃圾就不正常。哪个店子里面没有点垃圾？我的，他怕我，他怕往那边走。因为我在拍视频，所以他怕往那个方向走。拍视频还好，回来怕了我。趁我去后厨的时间，这个人已经把珍珠给倒掉了。没倒脸哦，倒了。嗯，已经倒了，洗都洗干净了哈。好。我的素材又没了。哎，剪刀呢？谁知道呢？剪刀呢？我没撒谎，我真不记得了。要不是他这样子说，我真以为我是用嘴巴撕开的，不是用手。你嘴撕的一把刀啊？没有，我以为我用手撕开的呢。看一下我的手，回来的时候做的指甲，现在都已经贴了甲片，已经长这么长。有两份中餐，还有吃的。我知道，喝到是认真的认真的。一个四季的窗花的，多大气生生，扭曲的人。
好。